由着后壁新当国小的小朋友带来的口说艺术表演，替今年首次举办的台南儿童艺术教育节 logo 甲吉祥物特奖的发表会解开序幕。市长吴泰嘛到场来参与典礼。办理第一届的儿童艺术教育节，能够激发儿童的想象力跟创造空间，能够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艺术教育的这个涵养，也让我们的老师对于培植我们小朋友、我们学童的这个艺术这个概念，或是艺术的这个天分，甚至于他们艺术的兴趣，我们觉得其实都是可以做的。所以艺术教育绝对不是德智体全美而已，我们觉得是艺术教育还有需要更多的加强。市长亲自颁奖鼓励得奖的学生，第一名是由着中景中学杨玉轩作品融入着台南古迹的设计，并在文理之间搭配着同样呈现文化甲创新。另外吉祥物则是由着台南高雄黄文静的作品《花儿》摕着第一名，伊着花蕊造型，手提画笔的可爱囡仔展开创意。另外，教育局后续也将会进行吉祥物的取名甲放入票选的活动，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票选，也会赠送着精美的小礼物哦。咱的新闻台分享为新，英华强报道。